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辽宁队在 CBA 第一阶段的赛程啊。我个人做一下预测，可能辽宁队会输2到3场球，因为这一阶段在杭州进行，辽宁队的赛程是有9场球。那么第一场比赛，他首先面对去年的总决赛对手广厦队。广厦队呢有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胡金秋小腿骨折，可能会影响球队的内线。但是呢，辽宁队的内线也并不是特别好。其实两队还是属于半斤八两的水平。那目前呢，广厦队的外援也是有变更。辽宁队还是按照福格一个人准备，桑普森呢，我不知道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辽宁。所以呢，在10月10日这场比赛呢，辽宁队有可能是单外援作战。那么面对广厦，真的胜负难料。第二场呢，对北京的比赛，北京首钢呢，其实上个赛季输的有些窝囊，是输给了吉林队，也导致了亚尼斯的下课啊。本赛季在谢立斌指导的带领下，也是早早开始了集训，北京首钢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强队啊，辽宁打北京一直是看点十足。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觉得辽宁也不太好赢北京首钢，当然北京首钢的曾凡博的复出时间也是未定啊，希望他能够赶上这场比赛吧。第三场呢，面对刘伟带领的青岛队，姚明和刘伟的关系也非常好啊，这一次呢，刘伟来到了青岛男篮，让青岛男篮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啊，三名顶薪球员全部离队，相当于重组。其实目前青岛男篮的竞争力也是非常的强的，所以呢，辽宁打青岛目前也不太好打啊。第四场对龙狮队，郭志强引进了林书豪，确实对龙狮队的后场有着非常大的作用。那么龙狮队呢这个赛季的目标也是要更往前进一步，所以呢广州龙狮队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好。其实从前两个赛季辽宁打广州队所表现出来的分差，已经展现了郭志强能力这支龙狮队现在已经具备了向辽宁队发起挑战的可能。第五场呢是对山西山西去年的常规赛就赢过辽宁队一场这个赛季加上威姆斯和菲尔德依然在队，还有张宁元帅的状态也是非常火爆。葛兆榜呢虽然打不了比赛，但是辽宁内线也是没有和山西队抗衡的一些特别耀眼的人物出现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胜负难料。那么辽宁队后四场是分别对福建、吉林、江苏和四川，那么这四场辽宁队将毫无疑问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就是在前5场比赛中，可能会输掉2到3场比赛，有可能输给山西。当然我们希望辽宁队在以郭艾伦续约之后，为舰队核心的基础上，能够把这个新赛季的开局打好。9连胜或许真的不可能哪怕把输球场次控制到1场2场，我们就心满意足。毕竟莫兰德缺席，对辽宁队整个内线的进攻和防守都是有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阻碍的。好嘞，这一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